其实它味道哦是跟那个欧大一样，只是它是放鸡肉做的。哎，倩姐姐，今天来到哪里？哎，今天我带你们来这个，来到底沙布一定要来的这个，底沙布咖啡店来。哇，这个底沙布咖啡店原来这么多人的哦，来看一下里面有卖吗？哎，倩姐姐，我发现到啊，这边里面也是有卖这个榨菜饭的。这里的榨菜饭真的是很多很多，姐姐，看到吗？它的榨菜饭是有这个咖喱头，哎呀，马上没啦，都喜欢的这个江鱼仔大葱三吧，带虾。还有你喜欢的这个五香啊，这个厚厚的这个煎蛋哦，三八烧蛋，有炸鸡啊，看到看到都想吃流口水，五香，还有鱼肉，来到这里哦，点心也是有哦，看到吗？哇，什么都有哎，原来他们也是有卖鹅蛋。哇，终于找到位置了哦，来，我们点了他们的阿拉嘎的美食哦，我们点了这一个小吃，就是这个三角椰丝糯米糕，就叫做 Bebes 哦，鹅蛋鹅蛋。超级嘢咁好食，哇！啲姐姐你点呢个 ？BBQ chicken wings 两片装的咖喱鸡面包，高烧，哎呀，巴丹全麦盐面包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来来来，这个就是这，哎呀，贝，看到吗？它的鸡皮大大个的，啊，真香！Nice， 卖这个印尼餐也有卖这个西餐哦，这个就是他们的香煎鸡排。哇，还有面人不说，来到这里也可以吃到这个罗蒂蒂秀哦。嗯，来到这里必点的这个米果林妈妈。啊，云吞面来了，云吞面来了，然后有这个炸云吞哦，还有一碗汤，云吞汤，还有就是这个他的云吞面。来到这里必点的这个咖啡冰 special， 还有就是他们的咖啡。如果喜欢喝茶的，可以来点这一杯 Lipton Ice。今天我们来到哪里？迪沙路公地店。到这边你可以点他们的这个拿西江波，就是我们的榨菜饭，还有就是你不要榨菜饭的话，你可以点他们的单点啊。应有尽有啦，这里是说选择很多，是是是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来哦。对对对。Boss， 哎，那当然有斯拉鲁斯尼。Yes， 斯拉鲁。OK OK， 你觉得这边的价格怎么样？啊，价格公道。是吗？就完了，就不用买干了。啊，买干了，买油鸡的，就要买啥呢？是的，味道又很好，dengan harga berpatutan lah， okay lah。拜拜，拜拜拜拜。